近期正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上周末到泰国曼谷站开唱，在演唱会第二天的安可点歌环节时，竟然解封毕业歌曲《好日子》，让全场气氛超嗨。还有再度重现神曲的片段在网络上曝光后，让世界各地的约娜纷纷大喊太羡慕了吧。아마이런콘서트정식셋리스트에서는마지막으로부르는곡이될것같아요。其实 IU 曾在2022年演唱会上宣布毕业《好日子》《Palette》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未来将不会再安排在演唱会歌单中，令不少约娜感到不舍。但今年4月 IU 来台开唱时，也因粉丝点歌惊喜解封《Palette》，引发热烈讨论，让不少台湾约娜感动不已。